客家戏曲采茶戏是苗栗县无形文化资产，为将戏曲文化在校园播种，由荣兴客家采茶戏团与庆美园文教基金会联合办理的客戏一下客家戏曲暑期研习营，为期两周，课程结束，推出了九校联演成果发表。嘹亮的山歌，优美的采茶身段，试探国小的客家戏曲表演天真动人。由荣兴客家采茶戏团与庆美园文教基金会联合办理的客戏一下客家戏曲暑期研习营，经过为期两周十天的课程集训，包含戏曲基本训练、念白、身段、武功、兵器对打等课程，由专业老师带领培训，透过联合演出交出成绩单，不论是课语或戏曲功力都成长许多。安顺悟空自营五百年前漂洋过海，在菩提露住腿前带来五神五脉之法，又有七身一变老金雕神韵，飞到法国三水两通做太王，学了三绑手跟耍旗，哪一个最难？背板花。这次参与的学校有永贞、诗坛、造桥、建功、伏击、铜锣、中心、九湖及兴隆等九所国校。受邀观赏成果表演的来宾也期许客语传统文化借此发扬，让大家了解客家文化，问声音儿从小体验客家戏曲文化。小朋友的时候，好多会讲，总是阿爸阿妈不会讲，阿公阿婆会讲，所以嘛哈，小朋友们总是嘛哈，一听爱同阿爸阿妈讲客家。主办单位也强调，文化需要不断传扬，才能历久弥新。已经办理十二年的客戏一下夏令营会继续办下去。也就从安头办诶，汉人讲自体戏样诶，嘿，尤其双腿表演啊。佮佮一生人唔会记唔记得了，像一种教育也必须要长期做，因为一批一批人冇穷养一年啊，今年有好多万人，过一年万一批人了咩？系，你必须要教育一天很多累积的。九校联演展现不同戏码与唱腔，期盼透过这些子弟兵，让客语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永续发展。